哈咁多位，话说我最近咧就收到啲非常之有趣嘅嘢，大家见到我拎住呢一啲 PS5 嘅碟，大家觉得我今日系谂住做啲咩？我俾五秒时间你哋估。OK， 够钟啦。谂正常，我收到一只 PS5 碟，我应该开出嚟同大家玩噶嘛？咁到底我依家喺度做啲咩咧？我依家又俾少少时间大家咧，去睇一睇呢一只碟咧，同一般嘅 PS5 碟咧有啲乜嘢唔同，俾大家找不同。冇错啦，聪明嘅你哋可能已经估到啦，呢一只咧唔系 PS5 碟嚟噶，系一只音乐唱片嚟咯。今次我收到呢一只碟咧，就系收录咗 Misha 叶巧林嘅新歌喺入边啦。因为话说我听过 Misha 自己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中意打机嘅人啦，所以佢系做咗一个大部分 gamer 都劲想做嘅嘢咯。佢将自己出嘅歌嘅碟啊，整到成只 PS5 碟咁咯。嗱，我哋而家开嚟睇一睇，佢入边真系超级支持嗰啲游戏咧，好似呢度咧就系隔篱嗰啲可能说明书或者系啲特典嗰啲咁嘅啦。跟住呢一度咧就系只 PS5 碟咯。佢呢一度咧系直情有埋一啲 MV 嘅硬照喺度咯。佢成件事系超级之有心机。喂，冇，最搞笑系咧，佢连喺呢一度入边咧，佢都系会写明系只 game 啊，崭新游戏玩法啊，佢都整到成只 game 咁。其实佢哋系咪谂住出 game 咧？又喺呢一本嘢入边咧，佢有直情介绍埋唔同嘅角色人物嘅设定咯。啱收到呢一只碟之后咧，佢哋系非常之强烈地推介我一定要去睇个 MV， 所以咁多位难得香港系一个以打机作为主题嘅 MV 啦，我系觉得一定要睇嘅，真系。我特登留翻喺度同大家做 first reaction 噶，咁我哋上 YouTube 揾先，人间英灵有啦。Oh Misha。咁多位觉唔觉得有一个对马战鬼嘅 feel 啊？喂，真系哦，日本忍者嚟嘅 ninja 嚟嘅，佢真系。原来佢啱先咧入边呢一本书仔介绍嗰啲角色咧，系真系会喺个 MV 入边出现嘅咯。佢系真系有个角色嘅故事喺入边嘅喎。例如呢一个 Eris 啦，嗱，我净系读呢一个 Eris 啦，佢就系一个咧被选中入游戏世界嘅女高校生，但系佢现实咧系一个校园欺凌嘅被害者嚟嘅。但系一入到 game 入边咧，佢就系一个骁勇善战嘅少女啊。好攻喎，呢个系咪攻嚟噶？佢真系成个人咁高嗰啲。哇！真系日本武士嚟噶。哇！佢真系拍到好似 boss fight 咁嘅感觉咯，真系有嗰种。劇情殺原來活著就是痛，仍然哇，佢真係上場打嘅喎。你要記得這英勇，多英勇，試過重上衝破十二重，試過重上衝破十二重，哇，佢瓜跳上嚟好型喎。試過重上衝破十二重，呢下呢下，哇！嗰下，哇！哇！佢呢度咧，仲特登去整咗一个 press start to begin 咯，佢将成个 MV 咧整到好似嗰啲 game 嘅 intro 咁样咯。然后我哋睇完个 intro， 跟住而家咧就开始打机啦。我而家真系有合理怀疑佢哋系会出 game 嘅，大家。我觉得呢一个 MV 咧，真系比我想象中系型好多嘅咯。因为其实过往咧，可能都会有一啲 MV 系会讲啊，可能男主角啊打机咁样啊嗰一类啦，但系真系比较少见女歌手出歌系会用打机嚟去做一个主题咯。仲要佢呢一啲画面，佢唔系嗰啲普通8 bit game 啊，
或者系沙巴烹啲嗰种，佢真系有嗰种对马战鬼啊，打日本武士嗰种感觉噶咯。然后最黐线系啲咩啊？大家记唔记得佢 MV 有下你咪掹把剑出嚟，把剑系着晒火嘅。我第一下以为系 CG 嚟嘅咯，跟住我去咗 Misha 个 IG 咧，原来佢哋真系特登去揾人订咗一把可以喷火嘅刀出嚟咯。咁今次咧条片都嚟到呢一度，好多谢大家嘅收睇。老实讲，其实我今次都真系几意外，因为一开始我听到佢哋话个 MV 系可能以 game 为主咁啦，跟住我就喺度谂啊，会唔会可能都系嗰啲八 bit game 啊，即系讲个女仔啊跌咗落去个八 bit game 度谂点样行翻出嚟啊咁样啦。但系佢嗰个 present 嘅方式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噶咯，佢系整到好似成个 game 嘅 intro 咁样咯。咁都系，如果都想睇下个完整嘅 MV 系点样样嘅话咧，可以喺下面 info box 嗰度啦，咁我会摆咗条 link 喺嗰度，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噶啦。好多谢大家睇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